说他累了，妈妈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，妈妈还舍不得你痛，你要加油，知道吗？能睡就尽量睡哈，哎，尽量放下，哦，你放心，哦，嗯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救你哈，好好好，你用点头就好，你不一定要活。那还有个地方就是要。嗯，眼睛会痛吗？不会哦，好好好，好好，尽量不要摸那边，还有一些管子，嘿嘿嘿。妈妈帮你请律师，然后请那个律师，就是我们委托那个律师来帮你打官司，好吗？好，好哦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小可也在等你哦。嗯，他等你。嗯，妈妈很爱你。很爱你，很爱你。好难过。好，不会，我妈妈会坚强。啊？要等我们？一定，一定，一定会等你回来。嗯。你好好休息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好。好。还想带药吗？带什么药？我想把叫你带那个药的，什么药？一，哦，那个头痛药。哦，放心，医生都有给你止痛药，哈、哦嗯。我随时跟他们讲，他们就会给你药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现在很痛吗？还好。还好哦，你尽量就是不要太激动，你就尽量放轻松，就不会那么痛了，哈、哦。好，你先休息，你先休息，妈妈在旁边一直陪你，哈、哦。嗯。